其实我挺想参加的，我挺想参加那动植物组的，我觉得肯定有点冒险。他们有科考人员给他们介绍，带着他们去是吧？带着他们看哪些是珍稀植物啊，哪些是能看那什么地方能看到珍稀动物？对，你像我们从小在城里长大的人。就知道那树能叫出名来了也就那么二三十种啊，但是你一到这山里就说哇就这么多丰富，都可能都叫不出来这树名是什么。到林场了，我们要在这下了吧。今天真是老天帮忙，对，真是万里无云，一块云它都没有。嗯，这个花儿啊，这个是茶花啊，这个是茶花，啊、是茶花，这就是茶花了。啊、这山上林场、啊、还现在还叫林场大礼堂。啊。哎，这房子也看着有点时代感的。对，它还保留原来你看毛主席像。嗯，就是有这时代特色挺好。哎，年头太久了。哟，这是四星管理所，管理所现在是。对对对，哟，这是不是所长？啊，黄所长吗？哦，杨老师啊，杨老师，沙院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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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长啊，沙院长。欢迎你们二位到这里来。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呀？我在这里有了20多年了。哦，而且我觉得您这地方那个环境特别的优美啊，要不您带我们看看得了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走走走，我们往着这边走一下，走走，你们先走。好。我这里哈，因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这个厂是很红火的，而且是万米厂，木材的还采花量非常大，一年万米，万立方米，取积量，这我们都没有概念。对，那个时候有多少林场职工啊？当时我们的职工有220人，家属子弟有1000多人，所以说我这个单位原来是比较红火的，那生产效益好是吧？效益也是非常好，是省里面两面红旗之一的。就这栋就是那个办公楼啊，这栋，这栋就是我们的原来的招待所，两层楼都是招待所。这里就是我的原来的食堂，食堂啊，食堂那么大，我这嗯，后面是鱼塘，所以一个很完整的那时候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型呢？99年申报世界遗产地为山成功以后，那就的话，我们就转行，就得改为的还生态保护了。从林场就停止采花了，停止了啊。那林场这个机构也没了，林场的机构就没了，并到景区管委会去了，主要从事的生态保护工作，保护的野生动物啊、河流啦、啊，还有山上的木材的禁止啦、采花的毁林开垦什么。